今年1月在社交平台铺了张结婚相宣布喜讯，随即还被爆奉子成婚。年31岁的马赛婚后一直在美国洛杉矶待产，产前还不时跟大家分享怀孕点滴。这日马赛终于都贴出 BB 的脚印相，宣布 B 女 Camelia 已经出世，母女平安，还留言说多谢你选择了我成为你的妈妈，妈妈还有很多需要学习，一定会好好努力。而马赛亦都有向传媒表示自己已经卸货，多谢大家关心。